家里俩孩子，我媳妇又怀孕了，我那么钱输完了，所以就临时选择这条路。后悔吧，后悔吧，后悔。哎呀，后悔也没用啊，罪有应得吧。那两个是你的？我爸跟我说。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保重点身体。替我照顾好孩子，听话，当年好好学习，人家还可好的好些，听见没有？可千万不敢走有违法的道路。在这里以后，才想到。才开始想，才开始想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该做的。如果当时想一想爸妈，也不会这样。就是不想爸妈，如果把在发生这事之前，把所有的事都告诉父母，而告诉身边的任何一个人。也不会有今天。当时我没法对任何人讲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没抓之前，每年春节跟全家一起过。现在反正就在这年夜，你也知道，像我们都判死刑了，过一天算一天的，平平安安过完，就剩下的日子算了呗，也不想那么多，对吧？有时候打电话的也都不想打，打回去反正家里父母也是哭兮兮的，是吧？心里有难受。说实在的，包括今年过年，我父母，我妈，反正我本身心里很不想他回来，但是也想看看他，毕竟时间不多了。父母呢，对我。
操了一辈子的心。上次坐牢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啊，好好回报一下父母，自己该出来抓点罪了。但是呢，碰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，搞得自己又走上这条路。说实在的，很遗憾。小孩子这边，你对他有什么期望吗？毕竟我的问题，有些事情你做错了，你瞒不住，对吧？把我自己的有些东西写成文字，有些的某些东西，我也想跟我小孩子，反正是这样想的，以我自己来告诉他，有些东西路和朋友、人、社会，你自己去怎么去选择自己的路。其实心里很遗憾的，没有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陪他一起成长。反正还是希望他走正道好一点，不要搞得像我一样。判决书是一共是9公斤，后悔啊，也对不起家里人啊。反正没，你看，希望有机会可以，法官能给我一次机会了。我为了小孩子啊，他们都不认识我了，跟这个陌生人一样，感觉心啊，好多天都没，现在都睡觉都也舒服，想这些事情啊。话也老掉重弹了，已经做过对不起他们，自己只能表示抱歉了。我就感谢看守所有的，我这种犯罪就是走极端了，别说没有什么，别我麻木了。生活这玩意儿就是就慢慢撑着过的，我老想一步登天的。你对那些男子家属，咱父母，希望他们别跟我们。对不起人家，谁也对不起。你对那些正在犯罪的人呢？他们特别凶。对于这个受害者家属，你想留下一句什么话？无话可言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